大家好，我们是达辉易若，我是苏慧茹，我是邱国豪，我是曾正伦。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书是《守护程序一：网络杀神》。这本书故事年代与小说创作年代都与我们非常相近，而索伯发现世界上的民主早已虚有其名，而他也发现跨国企业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为了改变世界，他决定创造程序 Daemon， 并且利用各种科技来改变世界。除此之外，在社会层面，他还利用新闻媒体的力量，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来操纵人心。索伯生前尽心尽力为 Daemon 打造良好的剧本，他期待创造一个全民参与而无中央政府的世界。在书中，登门会透过新闻来触发程序，并且政府官员曾经讨论能否借由关掉网络来阻止登门，但那所造成的经济耗损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再度打开网络之后，登门又会重新出现，根本就不可行。除此之外， Daemon 还篡改资料以威胁企业及个人，并引起一场又一场的腥风血雨。这就是为什么书名同时包含了守护程序以及网络杀神。索伯希望让景泰塞贝克成为他改变世界的见证者，且需要一位像洛奇这样具有骇客能力的人来代替他执行计划。而安德森是黑暗网络与现实之间的媒体公关，罗斯是与洛奇相反的存在，同样作为骇客，但他却选择抵抗 Daemon， 为本书带来了精彩的斗志。不过洛奇虽然是计划的执行者，但是索伯知道单枪匹马的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他也创立了黑暗网络。索伯计划透过黑网路来培养势力，但是除了游戏玩家的参与之外，还会招募专业人士来打造高科技设备，例如特制眼镜以及自动驾驶车。哇，有自动驾驶车哎！我也想要加入黑暗网路。那你最好快一点，因为先加入才能获得特制眼镜哦。等等，这是升级奖励。那你是否接受加入呢？我选是。来，这是跑车的预览图。这个是自动化跑车吗？这跟我在汉神巨蛋看到的那台好像哦。我心目中的自动化跑车应该配有雷达、卫星定位系统、红外线感测器以及车载电脑，这样就算我不会开车也没关系了呢。只要我对着手表叫一声伙计来接我，我的车子就会来了呢。你别妄想了，现实中的特斯拉才没有那么厉害，它的自动化程度没有那么高，那个科技还在研发当中，它和黑暗网络的自动驾驶车不一样啦。那我加入黑暗网络可以拿到什么？你还是可以拿到一副特制眼镜啊，它可以应用虚拟实境技术创造一个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空间，并且这个空间会加入黑暗网络的元素。此外，在现实当中还有利用扩增实境来达到境外投影的效果。如果之后我的实境越来越成熟，或许我们还可以提升血管手术的效率哦。这个科技好酷啊，这样以后护士抽血时就不会找不到血管了。而且你现在加入后，索伯还会透过超音波地下系统与你沟通哦。那是什么啊？那就让我来为你们解释吧。今天当我站在超音波地下系统下方时，利用超音波下叫可闻波，波长更小的特性，使超音波能以狭窄的路径投射于指定的区域。那接下来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个例子吧。今天在参观展览时，我一接近画作，画作的资讯就会自动的播给我听，而且还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人，这样就不用再戴导览用的耳机了。黑暗网络的科技真的好炫啊。对啊，网络杀神中的科技真的是非常的吸引我们。可是你可别忘记，这书中还有一些重要的议题值得我们讨论哦。像是啊，塞贝总是为公平正义尽心尽力的塞贝克遭到诬陷，主播安德森居然还利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来操弄人心，使得民众对塞贝克越来越憎恨。
而摩斯利被 Damon 要求加入黑暗网络，否则啊，就要把他的资料改成基街男童的恶心罪犯呢。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当有心人士掌握科技与媒体来达成个人利益的话，那就会危害到他人的权益，并且使得社会秩序遭受危害。听你这么一说，让我想到五年前史诺登所揭发的人境计划。此计划的前身是为了监听恐怖分子，但后来却连一般人民的资料也一并收集。根据资料指出，有许多公司参与此项计划。要是五年前真相没有被揭发的话，或许此时此刻我们的资料正一点一滴被窃取着呢。政府利用科技来监听人民，而索伯也利用科技来重建社会的秩序。在这样看来，在这个网络时代，索伯简直是人民的革命先驱啊。或许我们不认同索伯杀戮的做法，但是面对政府不当的权力运用，除了索伯，还有谁可以予以反制呢？这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这个我们可以来以1932年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来对照《网络杀神》这两份文本，同时都对科技与政治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做出了大胆的假设。《美丽新世界》期望通过生物科技创造一个共有化一安定的社会，但那其实没有意，但那人民其实没有意志的自由。而索伯期待以资讯科技为基础，并创造一个民主参与的社会。目前社会科学发展主流正好就包括了这两项。要是社会朝着集权统治与生物科技发展，就会创造出美丽新世界；反之，就是网络杀神。而我们期待透过科学素养的普及，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谢谢大家。谢谢高学位的朱老师。接下来我们请玉树温老师、玉树君老师提问。好，谢谢三位同学的短讲。我想跟三位同学一起讨论一个议题啊，就是说。一般人其实蛮多人可以查得到说，在看到这个守护程序这本书的时候呢，会觉得说看了觉得很可怕。那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你们看完之后是开心是可怕？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可怕的地方是我们无法想象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它。但是索伯却利用这个可怕的东西，但他的本意是好的，他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败坏体制。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可怕？说事实上现在，真真确确的发生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像你刚刚有提到一些例子，有关就是软体程式、游戏、电玩好等等，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假如你要，我们的最主要目的是要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人我们要宣传这种科幻小说它的非常吸引人的地方，然后大家阅读完之后去投入创作。假如你要投入创作的话，你会怎么样加入一些新的元素进去？你有什么新的元素想加进去吗？跟你现在周遭生活发生的相关联的。目前科学发展的主轴其实不包括我们刚刚只讲的生物科技跟资讯科技，像是在医学方面有器官移植啊，或者是化学方面我们发现更小的物质，比如说夸克，而在天文学方面我们 focus 在网络好了，网络这一方面。如果想要加入一些新的元素的话，我觉得可以先探讨一下所谓的原因是什么。他创造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那在理想世界要创立之前，势必 Demon 他才有一些杀戮的手段。请问他要创造一个理想世界，还是他要 manipulate 就是控制这个世界？他发现了现实世界中有一些问题存在，所以可是因为他是一个人的力量，我们打算推广给大众的思维是，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索伯的理念，让他加入跟着索伯的角度一起前进。因为现在政府不管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新闻媒体的掩盖之下，我们很难察觉，除非我们拥有高度的公民素养。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知道为什么索罗打算做这件事情。好，那其他两位同学有没有补充？有关网络的部分，就像刚才另外一位队友说的，在现在的政府有许多的真相，或许都会被媒体掩盖。那这样在这个索罗所创造的 demo 之下，或许会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出现，有可能他所想要呈现的东西会让社会大众知道，同时人民也要有一定的公民素养，才能够达成他所谓的理想的世界。好，谢谢，谢谢。